商务车厢，好不好？差很贵嘞。啊，现在几点？出发时间12:20，哦哟，标准车厢，两张。哇，那么贵哦！真假的？标准车厢两个人1500吧。这么贵啊？我以为高铁很便宜。好，再见。要去台中干嘛？我要去台中坐车。我们就是要确认一下说这个车的状况，对，没有不是，因为我们如果不那个的时候齁，我们卖给下一个人没跟他说，到时候他就怪我们说这个车有怎么样没跟他说这样。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可能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价差？因为我做生意，我是这样，我们卖给下一个人，那会直接说就好。我们就告诉他，哎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有比这个行情便宜一点点，因为我本来想说自己人，哦，其实我有给一个高过市价的价格。没有关系，你直接说，因为好，这个车对我来说已经不高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，都
没在用，他一直放在缴税机缴就好。你看，放到这边用它白死。哦，对，这个要去退哦。你当初有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个流程，就是我回台北，因为我今天回去，我应该明天一早我就帮你完成所有的手续。好，然后手续完之后，我会把完成手续的这个行照的资料、过户书，我会传给你。哎，你确定说好，我帮你办好，你就可以放心。加个 line。对，我待会有跟你加。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你有没有接 eTag？啊有 ，eTake 的话我明天一样，我把这个哦，你等一下，其实可以做，待会你就可以打电话去，验收啊 ，eTake 说你车卖掉，他要退掉，不好，哈哈哈，都是在贪财快花多，那我会写给他这些 ，eTake 那如果价格上面我还没有关系，没有问题。时间也不清楚，就是保养都在。保养都在前面那家，不清楚。哦，他除了他逛到那家，他自己再去处理。哦，就没这边去。对，前面那家，那个维修路。OK， 因为这台车哦，很神奇，它那个液晶里程哦，很常坏掉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说，客户去原厂换过那个仪表盘，就会造成里程数。减少因为以前我们吃过亏，我知道。对，以前我们吃过亏，被客人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调表？结果后来一查哦，是这一批它的原厂的液晶很容易坏掉，然后到原厂去，他就帮你换了一个新的表。对，然后结果就变成哎，里程数归零。对，然后我们收回不晓得卖给下一个人，我们吃过亏。他这个应该原厂那边应该可以查。对，查得到。对。我跟你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内容。好，车主我还是得写资料上面的对名字。好，就是我待会我有点讲明天。然后这个车的资料我就是照抄。好，再来一个重点，我把这个里程数分档上去。对，再来下一个重点是108年9月19号我14:12好，就是现在。这样子这个时间点压上好，就变成说我等一下回去的路上，万一被开了罚单啊，干嘛的？我们才有一个时间的来规则明刑事责任啊，违规罚款。好，一直到我明天完成过户就没事了，过户是一定清楚。那因为现在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灰色地带，我们要把它写清楚。对。好，那再来您实得的金额，如果你我去过户当中没有发现多余的罚单啊，欠国家的税金等等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金额就不会有变动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会先行缴纳，因为我要缴纳才可以过户，然后我才会有这个收据单据，我才会跟您报账。OK， 好，那没有，那您看您帮我签这个代售人的部分哈，因为卖方是妹妹，所以你就变你带他卖。对。肚子饿了。像如果打马赛克的话，会很奇怪吗？会，要不要打看看？你知道日本人最爱吃什么？最爱吃什么？马赛克。妈妈妈！屁！因为我看电视上面，他们都吃得好开心。对啊。通常都女生吧？没有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汪汪的要打马赛克。很可怜哎，很苦哎，出来只能吃热狗。因为你要减肥了。可是这个减肥其实也不是太好。好，吃完再出发。够。Check it out。是啊。出发。要去哪？去晴美。晴美干嘛？看看。办签书会的场地。没有，没有签书会。签书会。没有。
走吧。啊，走。哎、欸，呀、啊，道长怎么不动？哎、欸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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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不太。哎、欸，我踩油门。你看，我踩油门不理我哎。你看，有没有在倒档？哎、欸，又动了，又动了，又动了。哦，这个要佛性倒档，他想动他才动。你看，我现在哦，我踩大力一点才动。但是为什么倒档？这个可能是它是 CVT 的变速箱，无段变速，无段变速变速箱就是会让我开起来的这种虚虚软软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可是它很省油。为什么要来台中买这台车？那个是我阿姨的，我姨丈的朋友，嗯，是老师。补习班老师，名补习，那他是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谁在一垒？什么在二垒？三垒我不知道。守三垒。我不知道。一垒。谁？二垒也是谁？一垒也是谁？谁在一垒？什么在二垒？三垒我不知道。嗯，难聊哎、欸！你看他这台车的里程数，就是他已经赚很多钱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台车六年了，才开10000多公里。嗯。那证明什么？他赚钱赚到没时间开车。这忙到没时间开车出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不是很忙，忙到没时间开车，他还是有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买一台车回来放在那边不开，每年缴税金。他是不是有钱人士？所以从这台车的状况看起来，这个车主就是一个有钱人。那里面感觉没有什么使用痕迹，其实。爸爸都跟新的一样啊，啊，那个按钮全部跟新的一样。然后里面味道其实还算是有点新车的感觉。没在开啊，六年开10000多，而且都停在那个地下室，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个紫外线。不要讲，不要讲那个，嗯，六年开10000多，嗯，好像很好。那回去我跟你讲，全部的油啊什么全部都要换掉。是哦，放到坏掉啊。哦，所以不开也不行。我刚问他，他是时间到了还是会去保养，可是我很怀疑他这么忙，他真的有时间前去保养吗？虽然这个车，这个30的原厂就在他家隔壁了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，到底有没有空去保养这台车。是回去还是要检查？要啊，我觉得我开起来，我觉得那个引擎啊、变速箱什么油都要换，开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虽然还是蛮精致的。有差哦。油门很紧实啊，方向盘很紧实啊，然后那个过坑洞的那个回馈很紧实啊，嗯，那开起来就跟新车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。大家都喜欢紧，好不好？那你喜欢紧的？说大家。那你喜欢紧的吗？哪个女人遇到我，她都变紧的。然后男人就是40几岁，就只剩下一张嘴。原来就是这样吧。不想理你，来看汪汪好了。汪汪在后面。其实台中哦，你要从北往南还蛮远的。是哦。对，应该开个20-30分钟吧。刚刚看 Google。而且我觉得台中其实红绿灯很多。嗯。对，因为在台中多年的经验，台中红绿灯很多，而且台中的红绿灯都不喜欢做连锁的。哦，你看我刚才绿灯，我现在到这边就停红灯了。嗯，因为他可能觉得全部都是绿灯的话，可能大家都一直冲吧。啊，问题是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从这边到那边1公里而已，要开10几分钟，是头壳有问题。路上车还蛮多的，这时候。对啊，我闲闲的不知道在干嘛。嗯，而且 Seven 又看有人坐在里面打电动。没有啊，他问说你听过安利吗？真的有哎、欸！我刚上厕所的时候就看到。我跟你讲，他才30岁而已、嗯，你能想象他就得到癌症了吗？你真的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？哦，这是卖保险。
哦，对，是买保险。我跟你讲，好险，他有跟我保险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的这个化疗的钱啊，住院的钱，标靶治疗的钱，全部都由我们公司帮他给付。他真的是哦，运气很好，早一步认识我，有跟我保险。你的报价单在这边，你要不要买一下？不太想买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当保险。你不想买？不想买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买，你明天就得癌症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诅咒我就对了。我绝对不要跟你买。那你有听过安利吗？竟然什么都有。这里面加了那个赤藻糖醇，最近很喜欢喝什么？还有热量的。付钱来啦，来见。每一份。9.2大卡，也是甜的要死，才9卡，爽。它也没有到很甜、啊。减肥圣品，减肥还可以喝这么甜的东西，太开心了。你这样认真在减肥吗？认真嘞、欸。你很认真吗？废话。那我们要一个月之后来验收，看一个月之后，就是你上电视的时候有没有脸比较小，就知道。没有上电视啊。哦，上 YouTube 的脸比较小。修一下图，很累。你就看到这个窗户啊，这边歪掉，有没有？试车的时候这边歪掉，我也要把脸缩小，椅子都歪掉。蛇精男，我是蛇精男，对。哦，胳膊可以，可以啊，后置的时候用就好了。这样太累了，我直接弄一个郭富城的头好了。也是，从头到尾就一直贴着郭富城头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试什么车呢？讲话讲大声一点，又听不太到。啊，郭富城，所以我要出来捞钱。问我，不要问我。那你今天是试什么车？山林的，山林。哇，在心内干。我讲他的那个笋汤超好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要买吗？啊，那我们刚才吃的东西是酸笋。Oh.哦、超好的，竹笋排骨汤超棒，好想吃竹笋排骨，超。现在要开始试车啦。那第一件事情哦，我们上次在台中的时候有讲说，那个变速箱它打倒档的时候就神奇了，转速要踩得很高有没有？然后才车子动一点点，有感觉那个。变速箱跟它打滑，跟它派你。今天我们就先把它开回原厂，做一下这个韧体的更新，好不好？跟 iPhone 赶快，有无？升级到13。所以当女朋友有没有最近跟你说，她觉得她的手机怪怪的，你有啥意思啊？好不好？其实以前哈、哦，车行的一个观念就是好像啊，我们就是买二手车嘛，啊买二手车回原厂修理，跟他攀那，对不？有。可是有时候哈、哦。因为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，那很多的电脑啊，或是变速箱啊，其实都有一个韧体啊、哦，有程式在里面。那其实原厂会不断的做更新，甚至有时候会做召回，啊、哦，那修正它的一些瑕疵。我们现在把它开回原厂去，凹它，说这个烂变速箱模组，给我更新，看会不会比较好。他在我被修几过？不知道，等一下去问他。那有啥？对，等一下去问他要不要钱。钱不是问题，好不好？问题是没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人肉咸咸。当马干干。其实这个车哈、哦，我那天从台中开回来就 OK， 没什么问题了啦。只是说我们要，我觉得那个倒档的。模组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补教名师吼、哦，他应该也是没有不知道这些东西的。其实哦，我们做这个影片主要是跟大家讲，很多人其实不知道，很多人觉得我买二手车哈、哦，还是我的车已经5年8年了，哦，他应该是享受不到原厂什么好的对待了，哎，大概起都没给他偷钱，好不好？啊，很多人就不知道要回原厂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。带消费者要跟消费者讲说，其实不是你想的这样哈、哦。我们原厂有的服务还是很好的，哦，但是这个三菱的服务好不好，我们就看他等一下有没有跟我收钱，我来决定说他的服务怎样。
对，那你跨几天做台积耶，阿宝？是啊，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新式的变速箱啦，比起它2013年之前的 CoPlus 哈、哦，它这个是一个叫做邦奇，它这个比较特殊哦，它虽然是 CVT 的，可是它却有先经由离合器，哦，离合器之后出来才是到这个传动轴，它还是有这个放离合器的那个动作，所以你如果在它离合器结合之前，你油门把它补下去，你的转速就会很高。哦，黑头干拉烂，好不好？刷掉被扛蹬起步，赶快哦，转速拉很高之后再放离合器，乖练，好不好？哎，就类似那种感觉，所以很危险啊！你会觉得它会爆冲啊？你若唔知啊，油门站了，哎呀，无叮当，然后它离合器放掉，就丢，你就整个往后冲，哎，就危险呗。很多爆冲是这样来的啊。以前年轻的时候要玩那个乖练，有没有？自拍车，妈妈的自拍车，对不对？打空档，想要打滑怎么办？对，打空档，对不对？转速拉高以后，拍到低档，关几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好运就关几下，冲出去，拍运卡几下，比上我拍。你如果说哈、哦，假设你在斜坡，你在离合器结合之前，在斜坡上面，你可能就往后滑，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，蛮危险。那、啊、你为了怕它往后滑，你油门补下去，可是问题是它离合器还没结合，你还是在滑。所以其实在斜坡会更危险，比平地更危险。我们就要配合手刹车了吗？对，专业，我们小林是专业的。你如果开这个 CoPlus CVT 变速箱，你在斜坡，你要起步或是要倒车，最好是手刹车拉着比较安全。可是我们现在去原厂更新这个轮体，看看更新完这个状况可不可以获得改善。哦，好的哦，汇丰。哦，汇丰汽车，哎，轰啊，轰你知道？啊，轰挂咖你知道？哎，你知道我混血，我上半身台湾，下半身混黑的。欧弟斗，恭喜爸你啊！嘛，现在恭喜百倍可杀小。You have to go